简小姐，这周三我们去把结婚证领了，如何？结婚？我们这才第二次见面，会不会？我们都是成年人，自然不会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爱情。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我相信简小姐会考虑清楚的。密码是13124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